连续两天神功神鹰操演在恒春港在大沙漠进行，两座车载式刺针飞弹及两座双联装式刺针飞弹依不同波次分别进行演练，加上 AH-641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挂带刺针飞弹对敌机实施空中伏击，现场画面震撼军事迷。电视上看到就是感觉透过影片那个声光效果可能没那么好，实际听到会觉得更震撼。从台中要环岛一圈这样子，我们是发现那个沙丘啊，然后想说大沙漠想说要进来看一下有没有那个沙漠，对啊，没有想到发现那个我们国军在那个试射飞弹这样子。神鹰操演时，陆军航特部 AH-641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挂带刺针飞弹及热焰弹射击，实行低空目标打击，展现飞行官目标追索与发射能力，并验证反制系统效能及精准武器射击的效能。国军弟兄真的非常辛苦，这种大热天像我们在旁边观赏的都觉得非常辛苦，很累的这样子。那国军弟兄要扛这么重的装备这样，那他们真的是非常辛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支持他们这样子。连续三天的精准飞弹射击训练，现场炮声隆隆，除了吸引不少军事迷前来捕捉精彩瞬间，也验证国军弟兄平常的精实训练。新唐亚太电视李娟荣，台湾屏东采访报道。